龙椅现身。现已交付，本府现拨1000两银子，作为嘉奖，以资鼓励。龙珠怎么裂了？这儿啊，这是镇上，好像就是路上龙珠怎么裂了？杨景山，怎么搞的？龙珠怎么会爆裂了？阿爸，哎，阿爸，阿爸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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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住，站住，我有府命听令，把他们都赶到大门外，给我看好了，严禁任何人出入。文景山，站住！叶师爷，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大人，在下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啊！大人。这龙椅可是廖家人做的，出了事显而易见，是廖家人对当今的皇上不公，咱们借此问罪，或许可以躲过一劫呀。有道理。捉，明白。这个廖氏六合堂制作龙椅，心有不敬，造成龙珠当场爆裂，此乃藐视皇上，罪不可恕。来呀、啊！在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是是。那，冤枉啊！大人呐，我廖家人深受皇恩，做事严谨，这怎么可能有不敬之意呀、啊？我说廖景山啊，你还冤枉呢，我们才冤枉呢。你们可知道这欺君之罪是什么后果吗？好了好了，别说废话了，带回府衙再说。等等，知县大人。师爷，就算是要抓我们廖家的人，也得等我们廖家人把龙珠爆裂的原因弄清楚再说吧。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想知道这龙珠爆裂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？这个龙珠爆裂是事实吧？你们这是犯了欺君之罪。知县大人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容我查找一下这龙珠爆裂的原因。如果查不出来，或者说就是我们廖家的罪责，到时候我们廖家甘愿受罚。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师爷，你我现在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，以防上面怪罪下来，无法逃罪呀。是啊。那你想个办法呀？让我想想。哎，对了，这中间会不会有乱党从中作祟呀？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啊，只要沾上了乱党二字，那可就都说不清了。戴兄，这廖家人现在已经是大难临头了。此事说到底还是廖家贪财，甘做腐朽皇帝的犬马所招致的祸事。廖景山，你说你们廖家给皇上做龙椅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儿啊！你说你怎么还勾结乱党呢？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我廖景山蒙皇上之恩，感恩不尽呐、啊，怎么可能勾结乱党啊？廖景山，今天这龙椅、龙珠突然爆裂。是不是受了乱党的指使，故意为之呢？大人，大人，冤枉，冤枉！今日龙椅成功突生变故，让我廖景山去死，我死而无憾。可你们说我谋反背叛皇上，绝无此事啊！我们不是乱党，我们怎么可能是乱党呢？二位大人，是不是乱党，尹大人自会查明。可今天这龙椅的龙珠突然炸裂，这不是在羞辱皇上吗？尹大人，兴化府民风淳厚，廖家世代以木艺雕刻承受皇恩，
怎么可能就成了乱党了呢？我们雕刻龙椅是皇上交下的差事，我们一直在诚惶诚恐啊。二位大人想一想，你们二位能把这没有龙珠的龙椅呈给皇上吗？哼，我说廖熙啊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威胁我们官府了。叶师爷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就算是把我们说成乱党，这龙珠能修复得了？你把话说明白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二位大人，你们给我廖熙三天时间，我保证把龙珠修好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大人，既然廖大少爷说他有把握修复龙珠，那我们就相信他，让他去做。但是廖京山必须得先押回去作为人质，如果龙珠能够修复好，我们立即放人，如果修复不了，到时候一并治罪。反正啊，廖京山在我们手里，他就是想逃也逃不了，你看呢？嗯，就这么定了。明白。来呀，走，先把廖京山带回府衙。是是。喂，你们想干啥？好好。喂，阿宝，希儿，龙珠爆裂，愧对皇上。我跟他们去，家里全靠你了。阿宝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带走。
来，龙椅到了。大人，大人请。大人请看。这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！没想到这廖家六合堂还真是有高人啊！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果然在三日之内就把这龙珠给修复了，叶某佩服。那大人啊，如此说来，这龙椅可以交差了吧？当然没问题，我马上给你补齐交接手续。听说了吗？听说廖家这回使了不少银子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都多。你知道吗？廖大少爷花了三天就把龙珠做好了。可不嘛，廖大少爷真是有本事，技艺了得呀。听说廖老爷子被放出来了。是啊。哎，要不咱们几个一起到他家去看看？这件事看起来非同小可呀、啊，咱们还是等过了这阵风再说吧。对，还不能去。听戏吧。老爷，你都瘦了。哎，来，慢点啊，爸。老爷，这是我特地吩咐厨房给您熬的汤，您尝尝吧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我跟希儿说点事儿。走吧，走吧。希儿，坐。阿爸，阿爸问你，那个龙珠是怎么做成的？是这样，我把吴老板送来的紫檀小料啊，制作成榫卯结构，然后在龙嘴里呢，一块一块拼装成龙珠，然后打磨挂漆。因为龙珠个头小，时间不长就风干了。我又用了我们廖家的独门技术，然后用外加热的方式把龙珠烘干了，就这么做成的。你这种做法坏了祖宗的规矩啊！做这种龙珠，咱们六合堂从来都是整料加工。你现在这种榫卯拼装，那是在六合堂的技艺吗？你要知道啊，这龙椅将来是要打上咱六合堂火烙印呢、啊。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，这不被人骂呀？阿爸，老法子我想过了，但是龙椅已经风干了，如果把龙嘴撬开，把龙珠放进去，又把上了木头。所以我才想到了用榫卯结构这样的法子。阿爸，老祖宗的办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榫卯结构当初就是鲁班大师传下来的。阿爸，因为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木已成舟了，这要怪就怪我当初烘干龙椅的时候太野了。阿爸，我照您说的，后来我到烘干房去了一趟，我发觉通风口让别人给堵上了。我想这个龙珠会不会是因为通风口被堵，烘干不均匀产生的炸裂？堵通风口？对。看来我的猜测没错啊。希儿啊，阿爸觉得这丢失六合真谱和龙珠炸裂前后脚。这也太蹊跷了吧。阿爸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在想啊，堵通风口的和偷六合真谱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廖家那就危险了。他不光是要六合真谱，他是要廖家的命。